因为它成立于呢民国初年啊，那时候民国才十几年啊，故宫博物院就成立。成立以后呢，呃，整个在民国时期，这个中国的社会比较动荡啊，除了军阀混战，再有就是整个的日本侵华战争，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为了躲避战火，故宫博物院呢就。 经过啊，那当时都是顶级学者的这个筛选，就成立了故宫南迁的一个委员会。当时这些专家全部都是一等一的专家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学者，都是明白人，所以去挑。当时故宫南迁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过去。 这个抗日战争是从卢沟桥事变，一九7七年七月七号，从这个时间算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推到呃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。你知道，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中间还有六年呢。呃，整个日本侵华战争的那个态势是越来越大的，所以在这期间，这个很多人就担忧啊，尤尤其学者们担忧说，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千万不能毁于战火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要把好东西。 挑出来，把它想办法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是这样认知的，觉得南方比北方安全，因为南方它就进入了中国的腹地。那么，为了把这些东西都迁走呢，就做了很多标准箱啊，大部分是标准箱，还做了一些超标准的箱，因为你用一个标准箱，有的文物你装不进去。经过严格的拣选。 时间长达数年，时间很长啊，并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几天就把这事儿干了，不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，嗯，把这个东西挑出来。这批东西非常好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啊，很多东西可以在台北故宫能看到。啊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，在这个国际上地位也非常高。那么我们从如果从数量上讲，那不用问，北京故宫的数量呢，这个比台北故宫的这个。 藏品的数量要大很多，但是文物啊是这样，文物它的判定啊，它绝对不能以数量而论啊。但是你说用质量来论呢，质量有时候不能比。你比如你拿青铜器跟玉器比，玉器跟书画比，书画跟陶瓷比，这都没法比。所以我们既不能拿数量去比，也不能拿质量去比啊。那么北京故宫啊有什么优于这个台北故宫的呢？它有几项啊？第一项呢？ 是家具啊，故宫文物南迁的时候，这个家具呢就没法运，太重。另外一个呢，在老的学者眼中呢，家具是个使用的东西，所以它在文物的价值呢感觉不是很高。所以，呃，在文物南迁的时候没有动家具。第二呢是服装啊，清代的服装，呃，台北故宫那边包括清代的帝王的画像。 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啊对清朝啊痛恨，所以对这个帝王的画像和帝王的这个服装呢一点都不感兴趣，这些东西都没拿，所以呢，呃，今天台北故宫里并没有这些东西。那么文物南迁是有路线的，它的文物南迁的辗转路线呢是来回来去拉锯的，它从北京先到了上海、南京。 又到了重庆啊，后来又再回到南京，之后去了台中、台北，那耗时多少年呢？耗时十五年，行程数万公里，它造成了人类文物迁徙史上的一个壮举啊！什么叫壮举呢？无一丢失，无一损坏，这个不可想象啊！这是几万箱文物，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啊，没有丢失和损坏，因为。 呃，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后呢，尤其到了呃三三年啊，就是呃中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。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走铁路呢，经北京去南京到上海，加上这个古物陈列所等等文物呢，总共是有多少件呢？有有精确数字啊，是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啊，不是件是箱。那么 在这个故宫文物的这个辗转期间呢，当时故宫呢还特有意思，还还就一不拉空，还举办了一个故宫文物的首次海外展。就这批文物曾经被运到上海以后呢，就欧洲的就有一些学者和藏家就提出倡议，说能不能这个由当时的啊这个驻英大使馆呢提出邀请。 文物到英国去做一个展览，据说当时这个展览想成型的时候呢，大家说谁来保险呢？保险公司都不保，说您这东西我们保不起啊，超出本公司的能力了，就不愿意承担。就万一出了差错，那我们这保险公司就倒闭了。那么英国方面呢，就说呢，得了，说我们为了安全啊，我们用军舰护送。所以英国海军的巡洋舰呢，叫萨福克号呢，就从香港到了上海。 啊，由这个展览委员会呢，召集人呢开始，就是筹集这件事儿，从上海开运嘛。那么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民国政府的这个主席呢，这个叫林森，就担任了这个展览的召集人啊。那么文物挑了多少件呢？挑了一千多件。 你知道一千多件文物啊？你现在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。你说一千多件文物有多少件啊？那看你拿什么东西，看你怎么去计件。文物你如果都是小件儿啊，你说我拿一千多件都是钱币呀、啊、边壶什么，那就没多少，拎着俩包就走了。你说我拿的这东西都是青铜器啊，都是这个大瓷器，那你甭一千多件，一百多件都够你折腾。所以当时这一千多件呢，大大小小的已经是非常。 大的规模的一个展览了，文物达到一千件，一定是个大型展览啊。我们一般的情况下，有二三百件文物就是个中小型展览啊，三五百件文物就是中型展览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呢？在一九三五年呢，这批东西就顺利地抵达了英国，展览了多长时间呢？展览了三个月，三个月，非常成功。你想想啊，那时候战火纷飞，国家动荡。 呃，这些学者啊，组织这个队伍，一方面让文物南迁，一方面还筹办一个展览，可见当时的人对这个文物的这种情感。一九三七年的时候，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呢，日本人就开始往上海逼近嘛。那当时呢，奉英展出的这个文物啊，八十箱呢，就经过了湖北的汉口、武汉、长沙呢，就被这个疏散到什么地方呢？疏散到贵州贵阳。 我前两天刚从贵阳回来啊，贵阳是过去对贵阳的描述是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”啊，那全是山，所以藏在了贵阳。嗯，那又过两年，到了三九年呢，就是就搁在了这个贵阳的郊外，一个叫安顺洞窟的地方。你想想，贵阳就本来够偏了。 然后又把它搁到的贵阳的郊区，所以就在那儿一待，待了很久。那么又过了几年，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呢就送到了这个四川的一个偏僻的一个乡下啊，这个乡乡下叫巴县啊，巴山楚水嘛，去避难啊。然后，另外一批东西啊，这文物分了好几批，另外有一批呢，就在三七年的时候，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呢，就走水路。 你知道文物走水路是迫不得已。文物走水路，一旦发生这个船难啊，那这东西就彻底毁了，就淹了。所以在当时啊，你想这个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一三七年啊，在长江啊逆流而上走水路啊，就曾经有一段呢就安置在重庆。 又过两年到三九年，又再走水路把它运到了乐山，四川的乐山。那么走陆路,路，因为水路有一个好处，你别看它危险大，但水路能多装啊。你知道船的运载能力比车的运载能力要大得多得多。今天一个集装箱巨轮这个拉的那个东西，你拿火车拉对的，拉多少火车？你要拿汽车拉它，那基本上把汽车都累死了。 那么走陆路的有多少箱呢？有七千二百八十箱这个东西，它从南京呢又开始往北运，运到徐州，然后又到达了陕西的宝鸡。你看这通折腾，你要画出图来，基本上就织成了一张网。但没隔多少呢，陕西那儿又搁不住了，又走了陆路，又回到了四川的峨眉。所以到四五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，疏散在。 这个四川八县乐山峨眉的文物呢，都一度聚集到重庆，然后走水路顺长江这个而下，四七年呢就回到了南京。这一通折腾啊，中华文物真是这个坚强啊！在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中，这么长途的旱路、水路的一通运输，我们不出问题啊，没有丢失，没有损坏。 那么后来呢？有两千八百多箱呢，就被留在了南京的仓库啊。到今天，这批东西还在南京仓库里啊，没有动，没有开箱。据说前前些年呢，经过国家的批准，开了几箱看了看，又给封上了，不能动。这批东西如果今天打开，我觉得弄个十个八个博物馆绰绰有余啊。那么。 我们当然那时候就特盼着他啊，这些文物从三几年啊，三三年出宫，啊，一直到四九年，只有十六年，如果能顺利的回来的话呢，回到我们的紫禁城呢，那就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都很清楚这段历史。嗯，抗日战争结束后啊，这个我们就发生了内战。 辗转的故宫文物呢，本来这个是要分七批运往台湾。这个国民党政府打败以后呢，就往台湾撤退、逃跑，想把东西就分几次运。结果呢，那这个你没那么容易啊，你是你得有足够的时间呢、啊。结果只被分了三批啊，一共运了多少呢？运了两千九百这个七十二箱，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大概是。 当年运的一万九千多箱的，算大概八七八分之一吧。当时他运这个这些国宝级的珍品呢，是动用的军舰和商船，开始横渡台湾海海峡。我这个想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，我们把这么多重要的文物啊，就是由于战乱啊。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又因为内战冒这么大风险，是往台湾运，当时用船运啊。那时候是还是，呃，战争没有消停的时候，这个海里还可能漂着水雷啊。一旦这船撞上水雷或者被打击了啊，那这文物就灭失了。那要灭失了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灾难。 那么剩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啊，大概有一万箱就运回了北京。当然，国民党政府在运这批文物的时候，他肯定是紧着好的先运走。每个人想法都一样的啊，我拿不了那么多东西，我就拿自个儿的细软。过去你的家再值钱，战争一来，你夹着包就跑的时候，一定把家里的细软包着啊。为什么中国词汇里有个“细软”这个词儿呢？就是把这种价值高的东西先带在身上，然后逃跑。 那么，故宫博物院的这些文物，严格意义上讲，每一件都是国宝啊。在战争年代的这次迁徙呢，啊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是创造人类文物迁徙史上的一个奇迹。那奇迹怎么产生的呢？还跟当时的啊这个人的状态有关。当时故宫啊，这个有大量的人都是要这个把这些东西进行包装。你知道，包装是一个学问。 你还真不是你有耐心，你就会包装了。尤其文物的包装是有讲究的。当时因为故宫博物院本身的人不太会包装，因为他都是学者，都是研究者，他对这个商业上的包装不是特别啊、呃、明白，所以他就从北京的琉璃厂那时候呢，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的时候呢，琉璃厂的古玩业非常发达，他有很多老古董商。 然后他就找来很多老古古董商呢，给他们做这个示范，就传授了瓷器应该怎么包，玉器应该怎么包，青铜应该怎么包，是吧？他在捆扎的方法上啊，或者装填的方法上有什么应该注意的？所以，他每件国宝呢，他都要有先有纸包。你注意看啊，如果你要有机会到国外去买文物的时候，外国人呢给你包文物的第一件事，他先动纸，他用一种很软的纸把它包起来，然后。 啊，当然过去是拿草绳等等把它缠紧，今天它都不需要做一些这个锦盒啊，塞点棉花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钉紧。为什么不管是瓷器啊、玉器啊还是青铜啊，它都愿意用一个纸先包裹一下呢？它就是防止污染它，啊，防止这个文物跟包装物之间啊发生关系。你比如有的文物你直接上包装物，如果包装物有腐蚀性呢？ 对文物就有腐蚀，所以它中间搁一些干净的纸包装。这个技术啊，如果有机会你们看看那个过去景德镇怎么包装？景德镇包装我是见过原始包装的，是拿那个稻草捆它啊，里头撒满了稻种，拿绳子捆好了以后呢，一喷上水让它发芽。那个粮食在这个捆扎物里一发芽就胀得死死的。那个草包出来的瓷碗可以随便扔啊，它都不会碎。跟那是个技术。 由于啊，由于工作人员的这种精心呐，加上这个有专业人士的这个指导呢，就导致后来就是整个运输当中，在包装这个程序上呢，不出现问题。故宫啊，国宝南迁呢，十余年啊，数十万件文物历经波折，几乎没有损坏。抗战胜利后呢，呃，民国政府有一个统计啊，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文物损失惨重，因为战争的时候是什么都不顾的。 唯有故宫文物啊损失甚微，啊，那么这场旷世，这个传奇的文物南迁中呢，故宫人和所有呃这个文物经过的这个地方啊，每个人都为了保全这个国宝立下不可磨灭的一个功劳。嗯，那么这么多文物啊，颠沛流离啊，又分散在很多点，比如刚才我们讲过，在安顺、峨眉、乐山等等这些地方。 都是分散的，最后才又集中起来。那么，这里有没有发生问题呢？发生过啊，小问题。这个《四库全书》啊，《四库全书》我们都知道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宝典啊。它运到台湾故宫的时候，存放在台中呢这个的山洞里啊，山洞就那个那个地方叫什么北沟吧。 这是个老房子的旧舍中，还不是山洞啊。后来才搁在山洞里。那么，由于这个台湾经常下暴雨嘛，台湾雨特大，所以在六三年的时候呢，那个有些古籍呢，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它有水迹啊啊，留下了水迹，所以呢，就打开箱子去检查，发现在这个其中一个箱子里的《四库全书》的有九册被雨水浸湿后发生粘连。 呃，现在当然修复古籍的人，你粘连它是很容易帮你给恢复原状的。但是毕竟这是，呃，中国最重要的古籍《四库全书》啊，所以呢，呃，这当时这算孤本啊，受到了破坏，呃，损失太重大。那么当时很多工作人员就比较痛心嘛，最后就有人呢引咎辞职啊，引咎辞职。那么我们今天去谈两岸故宫啊，不得不谈这场南迁啊。 这场文物南迁呢，之所以在中华啊民族的历史上，或者说在中华民族文物的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呢，呃，使他这么多文物在迁徙当中没有损坏，它依靠的是什么？它依靠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它首先依靠的是我们自这个周代以来。 我们内心积累的这个道德，中国人的道德体系过去非常的强大，它主要是内心的一个约束。道德是约束内心的啊，法律是约束你的行为的。法律告诉你这不能告，不能动了，已经是底线了。但道德约束你不能想，你不想贪它。 那如果那时候人有贪心的话，那这东西早在路上，想尽一切办法就把它贪掉了，是吧？国宝级的东西让我护送，我多了不说，我随便扣一下奶香，我都发财，没有人那么想。那第二个依赖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是所有参与人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。我们今天老提责任心，责任心，什么是责任心呢？它是一种感觉，就是你事情如果没有做好。 如果你觉得你重任在肩，你才能把事情去做好。如果你觉得事情没做好，那就是你内心的一个谴责。我们今天可以设想一下啊，如果我们有这么多趟路线可走，我们有这么多的文物还需要迁徙的话，我们觉得以前的事情今天还能重新发生吗？我们这个。 今天啊，到故宫博物院，不管你到北京还是到台北去，啊，你都会去看一些重要的文物啊。到台北故宫啊，按理说两个不太重要的文物，变成了今天的人气国宝，就是去的人都要看这个啊。我到台北故宫每次去的时候，我就瞥一眼，围着一大堆这个旅游团、旅游导游拿着小旗儿喊。 说看肥肉去，看肥肉去，看白菜去，看白菜去。然后每个人冲到跟前一看，一一看那白菜呢，翡翠，这个白菜呢，就说：“哦,哦，哦、这东西怎么好小啊？怎么这么小啊？”然后一到肥肉那儿一看，哦,哦，这东西好像啊，好像、啊。哎，你想想，他的这个对艺术品的一个判断，无非就是一个尺寸，一个像与不像。 我们今天啊进故宫呢，到门口买张票就进去了啊，嗯，方便的话网上都可以买票。那么在不到一百年前啊，故宫叫紫禁城，那时候你是进不去的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向社会开放的时候是1925年10月10日啊，这个当时报纸上报道呢说万人空巷，为什么万人空巷呢？大家都要去看。 在这一天之前啊，作为平头百姓，你没有机会进入紫禁城，进城嘛，对吧？你是不许进去，除了皇上跟有相关人员，剩下的人都进不去。那么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号这一天，紫禁城改名叫故宫博物院，向社会开放。那么去了多少人呢？ 呃，当时预测这两天得进十万人，我们今天十万人都是庞大的一个数字，那在民国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，这个人流如织啊，这个第一天进去两万多人，第二天进去三万多人啊，这一共进了五万多人。那么故宫开放以后啊，蒋介石还进去过啊，蒋介石进去以后，他还是为故宫第一个捐款的个人啊。蒋介石进去以后，就当时一陪机陪着他嘛，他就说，哎。 这故宫博物院怎这么破旧啊？然后易培基就跟他说呢，说这个年久失修啊，这个这宫殿也得需要修，没钱，没钱呢，这这个蒋介石就说我我我捐点吧，就捐，说我捐点这个一张口就说我捐他十万大洋。然后呢，这个易培基呢，他作为故宫院长呢，他不把这事儿。 当成假事儿随口一说，他就当真事儿，他就去了后园寺，这个蒋公馆，直接就去拿钱，说这个委员长这个要捐十万大洋。他那个总管啊，就说说委员长他没这么多钱、啊，他怎么张口就跟你说十万大洋？说现在账上就剩四万大洋了。那么，易培基说四万就四万，你先给我吧，这样蒋介石就成为了第一个为故宫捐款的人。 你知道故宫博物院啊，成立九十多年了啊，再有个七年就是一百年那一百年肯定故宫博物院得有大动作。那么第一个，它在这个将近一百年时间中呢，它有这个时间节点啊。这时间节点呢很有意思。第一个时间节点呢叫辛亥革命，我们都知道，辛亥革命以后呢，帝制被推翻。 那么第二个节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九二五年的十月十号，它作为公共建筑向社会开放啊，一直开放到今天。那第三个节点呢？我们严格的说，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啊，这个新中国的建立啊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建立以后呢，依然对故宫的这一段历史，故宫博物院这段历史呢是。 承认的是接受的，其他很多事情都不接受，但唯独故宫博物院这个事儿是接受的。两岸故宫，我肯定是北京故宫去的多。北京故宫去过多少次，真的记不清啊。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去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差不多一礼拜就去两三回。呃，我那时候去北京故宫的时候呢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。 故宫是一年比一年人多啊！我当年年轻的时候还喜欢摄影，拿着个照相机，特别愿意在故宫没人的时候去拍摄啊。我最早去故宫的时候，那个买门票都是两毛钱还是五毛钱，记不住了。那时候呢，就这两毛钱也不想花了，就去找熟人嘛。人说你哪儿来那么多熟人呢？我告诉你啊。 这熟人很简单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你这跟人家聊天，慢慢不就熟了吗？熟了以后呢，我在故宫博物院里呢，好多部门都认识人，去了就找人啊。一说找人呢，门口就添一条，那时候叫会客单，添一会客单就进去了。进去就没找这人，啊，一开始呢是在故宫都逛够了，然后去找这熟人呢，签个字儿就出来了。后来呢一看他签那字儿，我也能写，所以进去呢。 啊，里头转一圈以后，自个儿模仿着签个字儿就出来了。那时候故宫博物院呢，由于没什么人参观啊，参观的人很少，所以管理也比较松。我记得啊，我那时候最爱去的时间往往是下午，嗯，下午呢进去的时候呢，去参观很多想看的地方一定是没人的。我过去都讲过啊，你比如我最喜欢进的陶瓷馆呐，这个玉器馆呐。 就是进去就你一人就你自己。那灯光呢也不怎么明亮，不像现在展出的效果特别好，起码有气氛。那时候也没啥气氛，那灯就是那么都不好好亮着，有的那灯吧啦还乱闪着，你看着很难过。但是架不住我喜欢那东西，所以呢，就每一件东西就死盯着看啊，盯着看，嗯，拼命的锻炼自己的记忆。就是你看这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。 有意识地去记它，然后你离开它的时候，你有点模糊、想不清楚的时候呢，你下回再去的时候，哪儿想不清楚，你再看哪儿，慢慢就对好多东西就非常的熟知，是吧？所以那个年月呢，我想也过去了。我都这这岁数了啊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年轻，嗯，在这个故宫里待一天啊，特高兴，人不轰不出来啊，不管坐在哪儿，坐在一个犄角旮旯，看着。 整个这个皇宫，感受那种气氛。故宫没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你真的是能够跟古人沟通的。那么到台北故宫就不一样啊，到台北故宫去，那不用问，都是奔着东西去的啊，不是奔着东西去的，是奔着看东西去的。那奔着东西去的就有问题了。你比如，他做汝窑展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台北故宫是世界上汝窑收收藏最多的，这个。 博物院啊，它有二十一件，全集中在那里，传承有序，看起来特别的过瘾。那么台北故宫给一般的游客的概念最好的一定是它那个商店啊，那商店第一体量还比较大，第二呢，它服务比较周全，还给你准备那个超市的那种筐啊，大量的人就去捡各种这个这个小商品、纪念品，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？